到你嘅身邊啦嚇。我而家去啦，我快啲去啦，即刻去啦，馬上去啦。你重相会，你何必惊恨妻儿？我愿一句破，我负责搜查奸相嘅坏行为，带领红妆逃。你既然擅手上火，偷取文书。我不会有罪，而且有功添。你估我归来相府搜到啲乜嘢？我搜到相爷佢通翻卖国嘅正规，可若圣旨一步，你全家都要命归天啊！奸相的罪过竟然由那葫芦来到供出，元帅命我归来无非是搜集旁证的，公司有界限，恩怨要分明的，为国除家即要正直无偏的。Okay.
心意不合啦。快快娘，咁点值钱？系你啦。你又会慢应嘅。公事事我唔答应系唔得噶。你叫我当事时，又怎能不患呢？